Hello， 大家好，你没有看错，我们今天出门了，而且我全副武装了，有护目镜，有口罩，还有手套。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去 Costco， 我们要大采购一番，因为我们上次去 Costco 呢是二月底买了就是一大包纸，然后现在卫生纸基本上用完了，所以我们这次决定既然去一趟的话就要多囤一些，多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呢写了就是一整页手机写了一个就是清单，要买些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次可以最快什么样的速度把所有东西都采购完毕回家。我们这次是速战速决的模式。好，那我们等会儿在店里见哦。阳光盛好，应该四号开始速战速决啊。今天我们今天要买的第一样东西肯定会亮瞎了你的眼。什么眼？我叫你买第一样东西啊，酒。那一款你记得吗？这个哪一个？好重。第二个去蔬菜类，香蕉哪一个？哪一个轻一点的？轻一点。再拿一个菠萝，减肥必需品啊，给我拿一个呗。OK。螃蟹卖的是不是有点贵？这个鸡翅拿一点，啊，拿一袋。你要买鸡腿吗？只能买两种哦。然而并没有鸡腿，这个我们家有，没有羊肉好像。没羊肉。Toilet paper。这个合算的，这个太烫了，这好便宜啊，这是不是要过期了？这个太长，这个太长。这才16个。OK， less sugar。Sugar OK。行，我拿一个这个。盐在此。哎呀，我想买点核桃回去做琥珀核桃。太甜了，琥珀核桃。面包先跑这儿了啊，价格都没怎么变。好了，我们完成了，这个很神奇吧？去结账远一点，他写了 six feet。OK， 这里画了地上，保持距离。这个冰淇淋要赶快回家冻上，这个是没吃过的。Oh my god! Oh my goodness! 怎么这样？还肉呢，我还以为是，怎么这样子？好像肉啊！呵呵呵呵，这一块吃下去就饱了吧？结账了，结账了。这里这些东西一共花了248美金，然后他那个纸最后是只能限购一个，他在那个标志上没有标清楚，但是这边收银员他知道的，所以最后只拿了一个纸。这满满的一车呀。好了，我们现在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购物完成了，然后这次呢一共大概是花了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全部购物完成，因为我们那个单子清单呢很重要，就是看到什么拿什么。但是呢我其实还是很想看一看其他的商品，因为很多东西一下子没有找到，我也就没有回去再找了，因为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东西都买到了。里面的情况呢就是大家都是戴口罩的，也很多人是戴上了手套，然后人流量在我们去的时候还可以，但在结账的时候看到就是慢慢的人多起来了。好了，那我们就这样了，下次再见，拜拜。